啊，牛逼吗？真牛假？逼！投那个，你最早死。我 Scar 加特林枪手，我打 Scar。咱们有狙击手吗？这把没有，可能没球。哎呀，你好的后眼悔，中上一把应该把那火俩爆人专宰家，游兄弟戏马们，上就要现在开已经用始出了。绝活绝中绝，爆炸专家绝中绝，赢了呢这盘是。赢了绝中绝，爆你炸绝专中家，绝，英哥，我把这个给你，我把这个给你。我靠！我也太硬了。太强了，英哥。我们还是 high school 吧。刚才打的没什么问题，只是没什么问题。下次我们那个小心点，别被这种枪线偷了就行。打的没啥问题，都不是对枪输的，你们都是被偷的嘛，对吧？我们打那队基本都是27级的，我打那个加特林，我操，真打不动他。对，注意加特林，加特林正面有减伤，加特林正面有减伤。加特林的正面是，正面减伤15%，然后被击中后还加20%攻击力。嗯。所以加特林正面钢枪无敌嘛。我们搞完这把休息会儿啊，我眯一会儿去。啊。行。或者你们喊 KS 也行，他应该也别玩。休息。对。主要晚上7点还要搞。我跟大家的绝活都不一样，我的绝活是我死了以后看御宅隐一绝，我绝活。啊！我没有绝活职业，我的绝活就是没有，我就切到我隐哥视角，这就是我的绝活。你这个绝活应该好好的这个封存一下，封存吧，我觉得。篮球场你们跳吧，我去前面还是学校了？好像没人是吧？好像没人。我落地场。没人。捡东西好烦，这子弹就是落地捡不起来，你看见都捡不起来，你知道吗？真的烦。咋？我这有 M4，我给你们扔了吧，因为我要一会儿换 Scar 了。M4，标记了。有 M4。这边都没人啊，这边，多个8倍。好穷啊！我的获得边境搜查，不来了，太穷了。获得步枪库容多的，帮我舔一下，我 Scar 比较缺。嗯。尹哥路过烟而不捡，啥意思？特意留给我的呗。对对对。啊。
生存加成，获得掩护火力，右侧。四倍有人要吗？我要。你可以，我给你背个八倍，好吧？你不是玩狙吗？哦，那八倍还有人要吗？背。你跟要不？八倍要呗，那就。行，那我给你背着吧。嗯。英雄 UMP9 有没有？对啊。我是加特林是吧？加特林我应该带感狙的，我感觉。英雄波波沙有人要吗？哦，八倍我不给你了，反击枪。英雄波波沙吗？那我要。英雄我要。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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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稀有的，说错了啊，不好意思。稀有的就是紫色的吧？对对对，紫色。紫色我也要。不是，麦哥。啊。我提问，你是搜索队吗？你不是 M 四搜索队吗？对啊，啊，再加一把近战枪啊，没毛病啊，你会不会玩 ？M 四加波波沙怎么了？你有意见没，玩具枪？啊，没有，我问一下，就是看看就是队长是怎么操作的嘛。你想要呗？我没有，我没想要。那啥意思呀？不懂。我问一下，问一下都不行啊？不是。就玩具枪，玩具枪的理解跟不上你，队长。不是你要的话，我给你啊。但是你不是可以直接开出来一把吗？对啊。所以我问一下，就是一般你玩这个 M 四搜索队，你都带什么吗？不、啊，你是因为你不乐意了，你才问我，要不然你肯定不会问我。对啊，那有什么不乐意的？此话怎讲呀？那你不然问我干嘛呀？你、啊、你这盘，你这盘，你是波波沙的这个突击手。难道是巧合？啊啊！你故意的？难道是巧合？啊啊！你故意的 ？Crazy！ 亏的。那你想想下车？哎，意思要挟队长？他也就是队长，要不然我绝对帮你喷他。啊啊！尹哥，你就算了吧，你是队长的时候，你都不在喷他的。你现在都不是队长了，你有什么资格？是那意思吧？你就更不可能喷他了。我们为什么玩这个游戏老是比别人级别低呢？就是什么离谱。我有很多哦，你们因为你们把时间都放在了这个质问玩具箱上。我没质问啊，我只是啊。对，那不就是玩具箱的问题吗？天天的老有问题。玩具箱为什么有问题啊？玩具箱有什么问题、啊？玩具箱哎，这一下午一把都没吃，你还挺美、你还笑得出来，为什么呀？啊啊！玩具箱，你是想到了有意思的事吗？跟你们玩游戏就开心。就吃不着就开心呗，不是不是，是只要玩游戏吃着了也开心，吃不着。那你像我昨天看你晚上直播时候不是这个水平啊？啊？嗯，什么意思？我追不上这个毒了。这个哪有？哎，哥倒也没有必要一直追着问。玩具枪新水友进来，以为咱们对玩具枪干嘛似的，真的没必要。哎，我才四级。我几级啊？我九级。我一个胶囊都没捡到。那你不能带几个吗？你带仨胶囊，你不能跟我们玩说带仨胶囊吗？我得换职业，这个职业还是我花五百换的。生存加成。这把是你的职业。步枪或狙击扩容有人要吗？步枪。获得心跳探测器。我不要了，帮助我把。这有个四级头。啊。我靠！我战术包到了，我六级。垂直有人要吗？垂直。垂直我要。好。
水纸，你们都搜好了吗？搜差不多了。啊？什么玩意儿？我问一下，就这个地方，我现在站这个地方，三个胶囊为什么没人捡？我问一下，就我现在站这边，三个。啊？不知道。有人那边。哪儿打起来了？惊了，给我整惊了。战术包已送达。我得去搞个战术包。走。四倍镜有人要，没人要就扔了。我要四倍，就刚才那个。哎呦，人打起来了，小心啊！我舔东西呢，我舔东西呢，尹哥。炸到了吗，尹哥？炸到了，但是炸了他四十多点血。哎，后边来人了。我他妈怎么才六级啊？后面在哪？我脸上，那么远吗？哎，跑哪儿了？我脸上打了一个，我脸上打了一个。哎，我打那人呢？对，第一滴血，获得终极技能。我平原干拉了，兄弟们。死了，还有，被别人打死了。那个防区里面被别人打死了，咱们先往圈里走。好，这把好歹能吃。打防区的人在一号边那边。那个是把狙。要。哦，我看，我不知道，我看一下。你先给我四倍。打哪儿呢？地上。在这儿。打了。打了。他是成甲。杀敌加成。还有这里。要不要？三枪四枪，还有后面还有。他在身后的，不的。这里有人能炸吗？尹哥能炸吗？不能，马上就能炸了。几号标？可以炸了。生存加成。要不要？炸了。倒了。还有人，你们可以去拿。我得去捡我的战术包，我得去玩具箱那儿。这里一号标看见了，就是可以，我这个跳啊，这边上面一号标树那儿，我看另外一队了，可以先填填吧，要封烟救人。哎呀，不行，死了一个。我这战术包白舔了，功率太差。我跟毒里面还有人。上面有人。好，我来跟你。毒里面吗？不，我脸上，就我脸上，这高塔这儿我卡住他了。二层楼。哦，看到了。
还有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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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到了，楼顶，楼顶，楼顶，看到了，楼顶，快下来了，楼顶，楼顶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，屁股，屁股，我身后有一个，身后有一个，身后有一个，身后完了，我要死，我要倒了，身后的人，我打个血，这里，知道了。你们把他杀了再救我，不着急。大林，这次，别，打死我救吧，打死我救吧。没事没事，打药能打药能打药能打药。这个救的快，我靠，我他妈一个人都没抢到。啊，怎么说？现在毒，现在毒八秒八的那个助攻。哦，不是那个八滴血那个毒好像没有了，还是什么？很晚了是吧？对，就感觉好多了。你们五五六子弹有吗？后面我没有，不是这相差太大了吧？我十级，帮主十八级。对，我运气好，捡的胶囊多。我400发打完了。你们记得拿一下药，待会儿这个圈到了，好像是三滴血还是几滴血，我忘记了。他现在好像生存加成了吧？我运气好。好，现在是二级。获得 M 四幺六 S 升级版。我操！终于出技能了。升不了级啊！胶囊和人参。二级枪能分我点子弹吗？你要什么样？滑铲，我真的一辈子不会摁，好吧？这英雄为什么会设计这个技能？这个滑铲脑瘫技能，一辈子太他妈，我都想给删了那技能。纯瘫，纯脑瘫。你没五五六是吧？我没有，我纯七六二。那我去前面去找找吧。我走前面吧，我三级技能。OK， 十二个存活。加油！还有五个队伍，怎么可能我们是唯一？他们在救人呢，他们在复活人。嗯。哦，救起来了，13个。哪儿啊？我对面防区很好啊，我靠！这里有一队一号被我看到了。啊，这块有人，这边，三号标，精确标，搜到的。进去了，到这块了，再往那里面走，一个人。哎，歪哥，你那个地方危险，我标了一号标那边有人。歪哥，你去三号标那边全是人，歪哥。我往你大一号。炸了他八十三，炸了他八十三。走二号这边，走二号这边，歪哥，走二号这边。歪哥被打了。给我大招，快大招。右边那个高台那块，高台下边有人打我，在架我。看到了。你撤，我帮你架一下吧。哎，一枪啊！我操，狙击手还是厉害。我救！虚的睡觉，安全位置。玩具枪再过来，我开大过来。嗯。哦，这个狙击手不狙我？哎呦，不行，打我了。这狙击手挺厉害的，我就漏了个小头。直接碎了。你们可以往我们这边靠吗？我们这个圈位置还可以。生存加成。我马上打标，我马上打标。就一号标，还有一个人。别轻易露头啊，玩具枪。他们打起来，他们被打了。狙了他枪头。一号，一号标四。这个能打吗？二号标那个房顶有一个啊，文强你自己小心，二号房顶有一个，小心二号标。二号标，
二歪有人。我得跑过去。二彪，你车，车难，车难往咱这边贴了。后边来了，后边来了，兄弟们，我这边近点。近点哪儿，明哥？那背坡。没事没事，你跟他到近点了，你跟我说，到你脸上跟我说，我直接开大冲他去。四打二，四打二，左边一个，我，尹哥，要不我们俩把左边冲吧。你们车男，我炸了，炸死了。OK， 剩一个车男。车男是吧？生存加成。丁雪彪这房子后面。OK。二号标吗？对。我贴这个正面。我炸了 ，OK， 没必要扑啊，也可以。不用进屋，卡着就行了。他把车招走了，他开那边去了，他没戏。不容易，兄弟们，我们吃了一把，我操你们！哎呀，压疯了！他的车，你看他的车冒黑烟，直全是火。看来还得是队长杀的多才能吃鸡啊！牛逼！哎呀，队长什么？我主要开了把红色的 M4， 运气好。我们休息休息，晚上干吧，好不好？有点累了。啊，晚上干。晚上干啊！你们还有人干吧？你们接着干，你们再玩会儿，我溜了，不行，我头晕，拜拜，拜拜拜拜，你们，谢谢妮可的浪的飞起，谢谢妮可，谢谢车车的那个，玉龙灵狐，我去休息会儿，不容易，下午终于吃了一碗，休息会儿，不行，太累了，要不然晚上也这状态就不太行，走了。大家拜拜。